然再来一个，不晓得有没有打到打者的脚啊？哦，这时候要挑战。注意线很明确哈、哦，这时候打击手套要准备脱下来啊。在这个角度再看一次，然后换哪一个角度哦？那不太可能跟啊哪一个拍摄的小组有什么关系了。那有些时候他们只是在做同一个角度的确认，那可能大家会说，哎，前一个角度如何如何，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的配套就是这样。对，这很难去认定你们。我觉得东哥讲有道理，因为现在的法。这个等于是标准很简单了，就是不够清楚就原判就对了。一个往慢走的一个球弹跳，也不可能是直接就贴着地面了啊、哦。那当然就弹跳之后贴着地面的话，当然就可能就形成一个出生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还是有一些弹跳的高度。猛登是有点不花意啦，哇这啊，有点。对了，他认为是在还没有这个确实裁定这个判决之后，你不需要做这个打击手套、啊。就是你把对，就是会耽搁到比赛。嗯。对投手来讲是比较没办法去接受啊、哦。你看这个时候借这个机会啊，猛登就会稍微做一些投球上的一些热身。就只好给他来一个解鞋法印了。球速现在是两好球两坏球，有了，就来一个解鞋法印，三振出局，猛哥非常非常的火大，但是也完成他的任务。目前两队的比数0-0。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